路震啊，冇地方搬啦，搬去边啊？因为惊有菌吹过嚟啊嘛。其实真系点算咧？房署唔同我哋检查喎。我打算后日搬，我个房嘅窗咧望过系望到嗰两个单位嘅。吓咁，同埋我喺嗰边晾衫咧，佢嗰边吹过嚟，东北风就吹走我间房噶。如果政府唔肯搞，咪自己搞咯。即系如果求安心，咪自己搞咯。政府發言人話：初步懷疑係13同14號單位之間天台圍欄高度有差別，令到擾流現象可能較易喺天井出現。但擾流帶病毒入屋都要多個環境因素配合，包括建築物嘅坐向、天台設計、風速同埋風向等。估計情況只係屬個別例子，並唔普遍，會盡快成立跨部門專家小組。